幸呢，能通过汉语桥的这个活动，跟我们韩国的同学们进行一个传统文化的交流。通过这次传统文化的交流呢，能弘扬我们非常优秀的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古琴艺术，我觉得非常的高兴。저는그이런중국의악기를비롯해서서예와다양한체험활동들을했었는데요이를통해서중국문화가마치수백년수천년전부터내려오는하나의강이아닌가라는생각을했습니다우선학교에서중국문화수업에대해많은것을배웠는데요붓으로직접글씨도써보고고금을연주하면서중국문화를직접체험할수있는기회를가지게돼서정말좋았습니다이를통해서중국문화를글로만보는것이아니라직접체험을통해더많은관심을가질수있었고굉장히흥미로운시간이었던것같습니다在跟孩子们交流的过程当中，通过对茶具的认识，通过跟我一起来分享泡茶的流程，以及我们教给孩子们、分享给孩子们我们中国的茶桌上的礼仪，能够对让他们对我们中华的传统文化以及中华的茶文化有一个初步的了解，能够通过动手能够有更深的感受。我呢也非常希望，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友人能够来到我们中国来体验茶文化。일단중국이번여름캠프에서서예고금등을체험하였고두보와논어등에대해학습하였는데요생소한것을직접보고느끼니정말재밌고의미있는시간이었습니다그리고맥주박물관과오사광장등청도의유명한명소를돌아다니면서하루하루알차게보낼수있었고요